欢吃东西吗？没有。Jimmy， 咦？那我帮他取名字 ，Jimmy。你帮他取什么名字？张小弟。哪里的？他在搔痒吗？他那里在痒吗？他对你那么好都不会叫。狗狗狗狗。你家有养狗吗？没有，我家旁边有一只猫，它哎，车要走了、欸。大哥，可是我们的人导游还没回来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的人还没回来。没有上去。啊，来了来了。